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瓜。怎么突然突然啊？哎、欸啊、你开始了啊？没关系、啊，开始了。我跟你们讲哦，今天哈、啊，我跟小白要来玩这个百日啊，百日百日生存办百日，百对耶， yeah, 来吧，来办我的百日。OK， 我的节目已经准备好了，来来来来办我的百日。我跟你一起下去。哎、不是、再见了。哎、不是，奶奶。好了，那不是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喂，没有啦，这次呢，我特别找我们的小白来跟我玩这个百日的一格生存，算一格吗？好像也没有一格。多一个，大家一定会很好奇，问说奇怪，小光，你不是有一个原味生存玩到第二集，怎么又开始开了一个生存呢？哎、他好丑，我们可以把他打掉吗？可以。嗷！哎，为什么打不到他、啊？他可能无敌吧？挖掉他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因为呢，我不需要他。李听呢，他不爱我了，所以我们的原味生存呢，就盖完那个丑房子之后，就先暂时告一段落。李听表示，哦，那个房子是丑不拉几，我不想再。可能是因为我盖的太丑。不过这次、哦、你看，我就跟你讲，不能盖太丑吧。这次至少我们找了小白，我们这次呢，我要另结新欢，我不想要再跟。李听在一起，小白，再见了，敬请敬请，哎，拜拜，再见了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跟小白来挑战这个系列，不知道这个后面会玩的怎么样了。那我们就来挑。好，我觉得我们的前途堪忧。我认真跟你讲，那是真的不小心的啊，真的啊、哦，不是你拿了箱子里面的东西，然后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生存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这要怎么 play？ How to play？ 好，今天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手上怎么有这个东西？没有啊，就箱子拿的。哦，哎、欸，箱子的东西呢？我、哦、在我这啊。好哦，按、哦、到、啊、我呢？那我哎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要玩个游戏叫终结系列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先开始嘛，是一格哦，你看有没有一格生存？哦，哎、欸、哦。哦，那我们就先开始挖，然后记得应该就是边挖边铺，对吧？而且你看外面有好多的岛哦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挖过去，对吧？哎、欸，好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按到了那个，那怎么办？可以帮我吗？啊，可是我，可是你都放了、欸，你要对他负责、啊，你都放了。我的手敲到滑鼠，滑鼠敲到左键，左键敲到键盘。哦，哎、欸、有鸡鸡耶，好可爱啊！打他快点！不要啦，我们要留着他，不然我们怎么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哦、哎，哇，我们是不是？原来你只想，哎、欸，不对耶，他给的这个顺序是对的吗？对啊，为什么已经有黄金了？还在把挖掉才行。啊，这样子你的那个木稿不就要快断了？没关系啊，反正不是我的啊。哎、哎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？好酷哦！哎、好像是幼巢方块。哦哦，哎、欸，我们有好多动物啊。这个哇，那你要不要？哎、欸，呜、哦欸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吓我一大跳！哎、欸，对啊 ，I want to some surprise。我们现在玩的这个呢，这个地图呢是小光哎、欸、花钱买来的，因为我看大家呢在 Win 时都有花钱买有，对不起，我下去，不要了，怎么有这东西啊？哦，刚抽到的、啊，好，把它叠过去，我要让这个猪猪啊可以到前面的，哎、欸，是不是要晚上了？有点快，那我下一个跌红石方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不错、欸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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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红，跌红石方块会怎样呢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叫牛牛，就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爆炸爆缸。哦哦哦，对嘛？你要选一个比较近的岛。你现在选哪一座岛啊？前进。不然啊。OK， 小高不在了，这次由我掌持。OK， 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我们来玩这个一格空打生存、欸。然后现在的我呢，周围都是动物。哦，你怎么回？哦，你回来了。嗨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后面有一只牛一直在吸你，哎，它是很爱你啊。它叫小牛，你不要对它动粗，它很可爱。哦哦 ，no！ 天哪，不受控制了。耶、yeah. ，这牛牛其实哎、欸、要晚上了啦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哎哎哎。
那好抱歉，我拿错东西。我看一下好了，我觉得离我们最近的岛应该是前面这个吧，我们前面的这个。哎，好，哎呀，你刚雪人呢？哇，你这波操作好酷啊！这波操作太强了，哇，这游戏，哎、欸，我帮你发亮，好亮哦，哇，而且这游戏是不会那个、欸、防爆的、欸，不、防喷，防喷的啊，是防喷的、哦，对啊，防喷 啊, 啊，我还以为他可以来点 surprise 什么的，不要不要不要 surprise， 我们去那座岛看看好不好？如果我们可以的话，啊 oh, 可是很远呢、欸，啊，没有比他更近， Are you sure? 没有更近的路了啊。我们有没有办法？我现在有两块泥土，然后我们有一个相思木。嘿、hey, ，我要思考一下。你要种树树了吗？哦，它这样长大的几率有多少？大概61%之一。嗯，然后你要在旁边就是照顾它、呵护它，好，想办法把它搞出来，快点，想办法把它搞出来。我在扶它了。我每天上厕所都会把它当肥料喂了这棵树。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你说你的？对，哎，是什么？你填供的部分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，这叫难怪你听会跟你断系列啊。哎，怎么黄金？不是不是，这是钻石哎、欸，这是钻石啊。可是我们也没辙啊，我们还是把它敲掉。只能敲掉，好浪费、哦。只能敲掉喽，好浪费。哎，他一直在挡我们哎、欸。啊，走开啊！走开啊！我们好凶哦，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凶？他已经受到教训了。我这个好意的。怎么一直给我这个南瓜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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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两个鹅卵石。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要、增加木头量，还是增加物资，我觉得我们要先把这棵树给搞起来。哇，那很久呢。可以啦，你不是刚不是说每天早上都会拉个一多少给他之类的？哦，有啊，我每天都拉两幅啊。两幅不够啊，两幅加多一点啊。而且看你自己有没有，就是你有没有多给他一点养分？这边好多人在看我、哦，我觉得我备受监视，我很难过。不会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搞个石稿。有没有素描？有没有素描？没有呢，我只有这个。你要吗？煤块？啊、煤块是什么？他就写煤，不是煤块，他写煤块。他就是。好，我这边放一个合成台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有合成台了。可是哦。哇、wow, 哦、欸！如果好了，这是我们做的物资。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，欸、白痴哦，他会出这个啦！哎、欸，哦啊，我刚，对啊，你不是，你要不要分也分一个给我，分一个给我玩？来给你了，你说稿子吗？ Yeah, 来，哎、欸，稿子，耶、yeah, ，我可以一起搞了，搞事，我们两个一起的话，它会加速吗？好像不会。哎、啊，你给我放！哎、欸，你不能放掉！你看，你挖到一半，然后你挖一下，你挖一下，一下就好，然后放开，好浪费啊！它会还，它会还原呢、欸？怎么办？那这样我们的这个搞高的耐久度是不是快坏掉了？就没办法、啊，就死掉了、啊。对啊， oh, 我现在身上只有一个鹅卵石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原来这里有两个鹅卵石。哦、oh, ，OK， 我好浪费。哎、欸，有出泥，这是出啊？这不是，这不是出泥。哦哦哦，小光，好东西。拿去哦哦，快点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你了，交给我。OK OK OK， 叫他们走开，叫他们走开，滚开啦！哦哦哦哦哦哦，有了，复活，来，可是我们有斧头吗？有，我有，那我挖，你去挖石，有了，好转，可以，逐渐好转，真的逐渐好转，嘻，我好硬哦。谢谢、啊，我是说我，啊、你没有啊？你跟我说你，我你就我很大，嗯、啊，就阳痿啊，没有我很大，哎、欸、不是啊，我们这、欸、没有、欸，你看上面，我看，你觉得那个上面有挖干净的吗？我看不太出来，有干净了，挖干净了，那好，有干净了哈，好，那可以进来了。嗯、哇！什么？没事，我觉得哇哦，哇哦！我刚刚是语出惊人，你语出惊人，这个是那个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哪个？哦，那个了，不是啊，那死硬了。哦，我也是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不要紧张。来，先挖一挖，现在来扩大我们的领地，是蛮大的。哎、欸，这个需要斧头，这个需要斧头。啊，我来呀！耶！我们今天搞不好会不会只
第一集就直到那座岛啊？不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这边都弄好，弄好吗？我们先完整吗？就是过得完整。对啊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系列还没有，哎，是系列，这个系列是不是要打赢钟介荣？啊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他要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现在还在第零天哎、欸，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加进来只有 Q 妹没有你？啊，你右边有没有看到你的那个 Day？哦，对，没有我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只有我、欸。哦，我懂了啦，我不存在，再见。不，哎、欸，我不属于，我不属于你。Sorry， 我自己退掉。不，你回来，我做，再见。我做募资给你，你回来。募资？对，募资。你看，我有募资。哎、嗯，谁在母啊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，不要！就是我到看玩家玩到崩溃的时候，接下来的心态就是这样。对，就直接跳下去。我们有几个鹅卵石啊？我觉得我们要留鹅卵石。我们有地板一个。我觉得我们要留三个鹅卵石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掉树苗了，快点，农田的，快点！我来！我没有斧头哎、欸，我想要做一只斧头。哦，来，我帮你。好，来，帮我挖一下。臭羊走开！嗨、okay, ，我来给它插下去。来，第二棵树哈，注意第二棵树。哈哈，可怜，这是什么烂游戏呢？这个熔岩方块放那个放在熔炉里面，它会帮我永久。哎呦，在这边玩死机，真是死机耶！啊，我知道，会不会是树叶没打掉，所以它就生不出来？啊，这也是有可能。哎、啊，刚怎么没有发现？因为不好说了，就是你知道各种原因啊。老了，30出，我们开始没有些像脑部这个部分就有点有点棒智力降低，智力增加有没有？没有。它这个到底是什么啊？我碰到它会往前走吗？好像也没有。不会，它只是一个，它好像是一个诱导，然后它是一个有造型，只是刚那个造型像箭头而已。切，没有错啦，骗你用的啦。我决定要来做一个 photo， 我也要来做一点事情了。我要 photo 了。哦，铁的、欸，我们真的需要。哎，你有鹅卵石？我没有哎、欸。这里两个，然后这边有三个。其实这三个可以拿来做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拿来填地板？对呀、啊，这是。好，没得做了 ，OK， 就这样结束。哎，我们这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再挖一次，再回去，不要放弃机会。有了，这个，你不要站在那边了。可以，吸到两个可以干嘛？那这个挖掉会不会变成鹅卵石？不会。好，来挖。啊，不会变。谁啊？不会，他。那如果他可以分解吗？他不能分解，那怎么办？他说有了，你出现了。他说恭喜你，我们活了一天。我们是不是把那个商人弄死之后，搞不好那商人可以买东西？不会了，放心了，我们才不需要商人呢。我们是谁啊？拜托啊！对，我们才不需要商人。生存大师，我们才不屑他身上的东西嘞。没错，我们根本不屑。对啊，我们有什么？你要不要重开一下地图，看一下他到底真的是不是这次是不是用不到？拿这袋再捡进去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死掉这样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后悔，不能后悔，对，不后悔，我们才不需要依赖那种东西嘞。对，我们不后悔，我们今天是不 say 好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是这个好硬哦。好硬哦！哎，完蛋了！我们还缺个鹅卵石啊，我们都没有进展呢、欸。真的没有鹅卵石哎、欸！快点啊，出哦，烂东西！快给我出哦！不要再绿宝石了。我的稿子快坏了，我觉得只剩你的了。完了，我的稿子也快坏了。坏了。哦，好。没有问题，来抽！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鹅卵石，不对，再下一个，鹅卵石，哦，那，不要这个，我要鹅卵。哎，在，我觉得它快出现了，红石，有感觉了，很接近，很接近，有感觉了，很深入了，不要顶我，差一点，不要顶我，走开。哈，这些羊、猪、牛，哦。至少我们有木头、啊，我们其实还有木头，我们还有木头够啊，木头够，可以，哦，有，挖掉，
鹅卵石挖不到、欸，我都抽不到啊！为什么？你是最近运气蛮背的呀？哎，是的确是蛮背的。一定是外面有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好、啊，例如，哦，你在外面上公厕，然后，嘿，没洗手、嗯。你怎么知道？被那个公厕精灵给诅咒了。公厕精灵说你这次的手是不会干净。那个是什么勒拖啦？要放在我的钢琴卡层。还有这个，可以。被我发现，一直给我钻石，很烦呢、欸。不要再给我钻石了、欸，我就没有办法哦、喔，没有办法挖钻石。我买一送一，没办法挖、欸欸，超衰的。他送了三颗钻石，然后应该算累积起来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钻稿。结果对，全部都用不到。哇、wow! ，shit， 太小啦，太小啦，太小啦。不会那么衰啦，下一个应该哦好，我的降低了降低了。我的搞高他说他快要坏掉了，那他快往生了，他快了。他说鹅卵石，绿宝啊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跟我说，没事，全部。Hello， excuse me， 没有，不要紧张，只是做坏一个而已。有个铁耶，有个铁，还是我们先叠过去啊？我觉得那边啊，先过去。太远了啦，我们的素材还过不去了，太远了啦，怎么办啊？先挖啦，再一颗就好了。我们要相信自己啊！好，我们相信自己。相信自己啊！啊，你给我放掉哦！我死掉！OK， 哇！哎！好像哎呦，好像不对哦，哎，不是你啦，不要，拜托，哦呦，完了，请继续，挖了扩建我们家，来，这个稿子准备要断了，我们已经过了第一天，那我们这一天呢，还在努力的挖，我们还活着，对，我们还活着，然后东西超难挖，给你武器，耶，谢谢，我有武器了，我觉得我变得更健康了。好啊 他自己去送死哎、欸，那我也没办法、啊，他自己想死，我们也没办法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那只牛跟那个猪是在干嘛、啊？他们两个看你啊，就认真做事哦你。哎、欸，怎么会那么衰啊？怎么都没有鹅卵石啦，一个也没有哎、欸，怎么可以这么衰啊？快点来个鹅卵石哦，来个鹅好不好？哎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哎、我 Q 出去好，可以再给你。好，我看看，我只有留那个有价值的，我再用那个挖。好的，没问题。这个我继续点，你继续挖、啊，不要抬头看、啊。好。啊！怎么了？有人死掉了吗？哇哦！我们的、还好，我至少不会喷嘛，不会喷。有，来，吓死我！我把我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哈，来，能叠的都给你哈。有没有木头？有，哦，有了，又有了，四个木头。我继续垫，你继续挖好，继续垫。好，我们一人垫，一人挖，可以。啊啊！又怎么了？又有人掉下去了。我不会速叠，我恨我的人生。我们有几个铁、欸？可以，不对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铁啊。你有吗？我只有两个铁。啊啊！怎么办？啊、失败！真挖掉了，哭啊！掉了，失败。太难过了吧？哎、欸，这个空岛很大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有了，有第三个铁了。快坐！嘻，我们可以做个。铁，可是我们没有熔炉啊
哎呀，哭啊！没有熔炉，继续挖。啊，失败，继续挖。我们有那个吗？有火跟水吗？火跟水，他们有给我们一个可以制造的那样东西的材料吗？没有。哭啊！并没有。他没有给我们岩浆跟水，让我们制造鹅卵石。没有。我们动物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这样好热闹啊！你可以看哪一个字是刚找出来的，可以帮他取名字叫雪莉。为什么叫雪莉？那他叫艾莉不好吗？好，不错。那我就叫雪莉吧。你比较喜欢艾莉还是另外一个？你是说哪一个？有两个啊，一个是艾莉嘛，另外一个是就是他就是也是学校老好像是也是老师，然后也是胖胖，然后他也有做就是对那种。哈？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已经连接到我们的第一个小岛了。我来了！快点！这边有怪，走开！知道了吗？到了吗？我来了！快点！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，终于到了这个小岛了。超远的、欸，这个超远，真的超远哎、欸，其实远到爆，而且我们还没有到本岛，因为我的材料不够。哦不。所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加你的就可以了。OK， 我来了。到了吗？我来了，下去把它打下去，快！有，我来了。哦呦，这里，就是这里，这哇、哦，好多碳。哎、欸，我怎么肚子饿了？我肚子饿。吃碳，可以吃碳吗？真的吗？不行啊，假的啦，骗你的啦，快点挖了。哭啊！有了，稿子了，我把它连接到本岛去。好，没问题。来了，我来烧铁，这样我们就有铁镐，我们就可以发达了，对吧？要、yep. 哦耶，继续挖。嗨，我们到了，到了，走，撇除这房子看起来很帅耶，真的哎。哎、欸，小光，我们得救了。哎、欸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你看。负的，好痛！什么？哎，怎么进去？这房子有负的，有负的，我要进去房间。嗷、哦！这个是，哦，我进来了，里面有，里面有那个哎、欸，那个黄金甲，哈？黄金甲，我有黄金甲，啊，你怎么从那边进去？我因为我喜欢，阿刚不点灯，好、哦、啊，因为我就是你知道的，我就不喜欢点灯啊，啊。哎哦、啊！你干嘛下去？嗷！有苦力泼，完了，苦力泼！嗷！都哎！嗷！好，苦力泼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搞急！要死！要死！再见啦，小光！再见啦！各位，我又复活了。这里很香，我想要，我们就搬家住这里就好啦。搬过来吗？好。我觉得这里很大，很赞哎、欸！可是这边有可以挖东西的地方哎、欸，还是我们就两个家？好啊，那各位，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那我们不知道下一次呢，我跟小白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